本林家，有你这种恶贼的媳妇，真正是家门不幸啊！你这回家母，真正拢把气出恁查某身上。我的查某囝不是吃菜的，袂安尼讲你讲的。你是子孙的妈妈，所以我尊重你，袂跟你计较。啊，不过我绝对无可能接受你用垃圾水搞我泼，佮搞搞我应嘴应舌，有你。你要说，让阮把票投予你啊！你就要让阮看到你家己的魄力啊！就算讲差恁这两票，我会输，我嘛绝对无可能向恁顶头来甲你讨。最后啊，唔通因为阮这两张选票，就会到要死哦！你到底是安怎要安尼针对童俊？我会怎样说？干爹，文耀敢袂真正出代志？安静。文耀应该真清楚，当来报仇的计划啊！那车你保险，做起这里失去分寸的代志啊！姐，你绝对袂当安尼，你安怎妈妈是免做？魏安姐，我老师在车上过，我要找我伊。阮林家有你这种恶贼的媳妇，真正是家门不幸啊！你这回家母，真正拢把气出恁查某囝身上。我的查某囝不是吃菜的。袂安尼讲，你是子孙的妈妈，所以我尊重你，袂跟你计较。啊，不过我绝对无可能接受你用垃圾水搞我泼，佮搞搞我应嘴应舌，有你。我这么牺牲的希望，总有一天咱任务达成了，我要向文耀告白，我要开讲，我就介意。我爱伊足久足久的，我无想要搁做伊的小妹。我要来去找伊，我要来去找伊。姑娘，姑娘，姐，到底在倒位啊？你绝对不能出代志啊！